医疗人性多样化，病人安危不用怕。医疗是很有人性，不是只有医院。在偏乡，皮下气肿啊，气管断掉啊，启用绿色通道。台风来，氧气也都来不及加，拿着氧气赶快去接病人。哦，在家急症照护事办计划，在家住院，医师就要带着电脑，然后爬楼梯开家庭会议。周六周日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